大家好，我是許立恆，我有自創新的頻道啦，叫做什麼名字呢？就是 Eloge 虛擬，即是許立恆二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我原來有少少分別的，都是有錄打機啊，整電視啊，即是錄電視的特別東西啦，家長指引啊，台徽那些啦，咁仲有會新有咩新嘢呢？就係整片啦。之前咧，我嘅頻道之前有整片，而家冇咗整片系統啦。咁就點解？因為全部都係中文為主。咁我咧亦都有少少語言嘅，就係英文啦，亦都會錄交通工具嘅，係啦。咁平時有少少分別，不過咧大致上都係咁。希望大家喺個頻道 subscribe 啦。下次見。